哇，嘉伟早安，青年早安。早安早安，小小子安安，莉莉安安，有听到这个低沉的声音吗？小伟，这是不是你想听的声音？在开会没听见，哈哈哈哈！哇，才说你想要听这个声音欸，钢琴的声音哦。钢琴的声音哦，小伟，真的不听一下吗？迷迷安安，迷迷安安。没有到茫然呢、啊，已经醒半小时了。昨天刚来就关台，哇！昨天开很久了，好吗？昨天开很久了，不嘎嘎安安，不嘎嘎安。哦，开嗓，我的卡主题，用卡主题开嗓。啊！我分类用错了，白痴哦！我的分类，所以怎么还在昨天那款游戏？该那我要播给上集听哦，来。你敢播、啊、我敢开。你戴耳机偷听。好嘞，卡主题哦。哇靠！哎，小懒猫安安，昨天在玩游侠爆炸剑，比术士舒服多了。哎、欸，我有看呢、欸，爆炸剑，爆炸剑，哎、欸，好玩吗？那我术士是不是也要放下了？既然生存这么差，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装备。还有24分钟，没事。哦，你们是开到11点哦，加油加油！李安安，啊！要带教主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怎么那个什么直通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是说可以直接跳过前面章节，还巴拉巴拉巴什么之类的吗？是不是直接带那个什么？你缺钥匙，什么意思？时空神殿钥匙是什么？时空神殿钥匙，那四把钥匙其中一个吗？我刷兄妹刷了半个月，直接放弃。我刷了2年裂空座，我都没放弃了。你放弃什么？哈哈哈！啊，你才扯嘞！那时候不是说刷一个早上？你虽然听不到。你刷了一早上裂空座，刷到了。这场第5章加第9章，
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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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跳过中间的章节啊。哎、欸，那寻音者还是 T 0的吗？干嘛不用够就好，够一堆色尾？这样就叫妥协了、欸，哎，这样就妥协了，你懂吗？我够有两只色尾啊，米米带我抓的，这样就代表我输给了真钻的。那我这一个，那我这几个月来，这几年来，我的努力是干嘛？你昨天刚要卡白闪，白闪是什么？哎，我家附近最近的道馆，我要走路的话要走十分钟啊，在淡江大学。那边如果骑车去抓的话，又路真的太小了，卡在路上被骂死。IV 啊，谢谢米米。懂。Hello。这一次，我刚没开心，这一次听懂。要这样就对了，要这样。谁揍我啦？你要这样就对了。啊，你有，你又没有？你要敲木鱼哦。好，来啊。活生生的抗主题啊啊啊啊！你知道吗？有人说你是活生生的卡主题。啊，阿哥又是卡主题啊？没有，他觉得他可能觉得你吹得很好吧？哦哦哦。哦，我看到是谁揍我了，老鼠。那是那个吗？什么波波鸡还是波波鸡那个？对啊，波波鸡啊，波波鸡，一人一串的波波鸡。哇哦！打开方向是不对哦，这台怎么？你不要这样子。什么东西？丫丫，天堂丫丫。啊，肯定是开打开方式不对吧？你再关掉重开应该就好。开什么？我看到有人说打开方式不对。打开什么？打开方式不对。就开今天看今天台的那个、啊、卡主题。怎么变卡主题了？你把我的台的网页重新整理，就会变正常了。OK。好啦，出发。我要先把你声音关掉。哎呦，谁啦、嗯？老鼠，点数很多，老鼠。打一打正常。跳章节主要是打最后的王拿属性点数区域，就是之前天赋加成。对啊，这个我知道啊。我那时候才跟番茄说，神像打完就没事了，就发现他打完还有一大堆死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揍完之后再给糖吃吗？揍完之后再说爱你哦。哇哦！他要再揍我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先把声音关掉了，不然我怕一进去应该不会怎样吧。什么声音？光遇啊！啊？会有什么声音？啊！你要把音乐关掉，不然有版权。对。哎呀！嘟噜嘟噜嘟噜。一开始进去应该还好吧？不会啊，它只有两张地图会有版权，一个是圣岛，一个就是最后投胎的路。啊！对。
设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在我旁边？888。冰冰。Right。你是谁的小号啊？那么可爱。感谢东东的追随。哎，我音乐是关的，很好。谁？哎呦，这不是冰冰啊？炫富啊啊啊啊！不是，这是分析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？狐狸呀、啊，小王子的狐狸。什么？这是玩具。以前还就以前不能抱、啊，现在那些娃娃类的可以抱了。看一下置顶，好完美的置顶。等一下，只是你这个网址是什么？我点点看，我点点看。哦，可以，没事，可以，完美。完美，太完美了，没错。模太高，我身高才三还是四，还是这个？你说你太高？我说，冰冰说他们太高。好，看来他是没看过巨人，女巨人，帅吧？等等，来了。妈的女巨人不要自己赌不到就这样羡慕我哎、欸！你不要赌不到可爱的就这样羡慕我哎、欸！铁妹干嘛喝一罐不敢你抽高我加两秒吗真的、啊、你抽来的话奶奶我只有一个可以抽吧哪有啊你运气那么好，你运气那么好，十四分之一耶！冰冰，这个是哪一个？你知道再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比我再高一点呢、啊？比我再高一点嘛？啊，看他自己高，说人家巨人，北七炫耀什么？炫耀什么？对嘛？炫耀什么？比你们都高，对啊，他好像真的比较高哎。好啦回来。哎，没有，我这不是怕你抽不到高的跑图不方便吗？嗯，然后嘞？对吧？所以我才没有去读外啊。你他妈的，你也没有跑高的图啊！哎，好啦这个还给你。不用到高的图，我只有丢雨林而已啊。没有办法摸哎、欸，他只能抱吧？可以吧？狐狸耶、欸！底下没有东西按啊！是谁？按不到。等一下，电脑版不好搓。不能抱吗？不能那个。你这是什么？蹭他啊！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有个都蹭他的图案啊。嗯，哎呦，没有啊。右下角都没出现什么。哎呦哎呦哎，右下角会不会在中间？哎，那我北七怎么有人？嗯、啊啊啊啊！够了啦。啊，走。你牵上来，不好点。好啦，各位拜拜。走吧，来去数了、欸。改了没啊？不是说那时候到后面有改。哦，你有看哦、喔？你怎么比我还懂？我觉得没有这么难走了一点点。什么意思？这简直是完全站不起来。哎、欸、啊哦，你上礼拜有就一直原地，对，然后就是一直原地被揍嘛。哎、欸，怎么又变成五根？啊，不是，对，要五个，要少五个，然后我上礼拜自己去的时候，好像就好一点点，站得起来，脚步麻了，站得起来，但偶尔会原地被揍，偶尔有可能是我技术问题啦。我觉得原地被揍是很正常
就是他不会用爬的，最后面的时候，虽然用爬的，你就算原地被抓，还是可以全军啊。哇，好久没投胎了，怎么飞啊？我真的忘记了，哎呀。好，想一下哦，这个啊，这个起飞不行，不行吗？对。哎，听说有个动作很好走路，我试一下。哪一个？欧若拉的。哎、欸，好可爱！完全没有风。哎、欸，这个不会被吹耶！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喔、啊！风太大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可爱。有什么逛街姿势？跳不过去。你等下就用这个进去啊，会不会那个、啊、比较好？好可爱，你还有那个音效哎、欸，对啊，剪了剪。所以后面开始出那种走路姿势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发疯啊。好可爱哦、喔，很可爱。你说最后丢红石那个地方要按这个姿势哦、喔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只有挡风用的吧？挡石头的话应该是。应该没办法，不知道，反正你我这样，速度不都一样，所以应该没差。还是你要用那个仓鼠滚滚？不是，刚刚那个，我觉得是那个姿势的 bug。啊、哦，主题早安，帅帅，今天早安，帅帅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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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！我加油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在跟你说加油。哦。那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乖乖走那条路哦。对啊，我在跟龙玩呢、欸，还被撞哎、欸。还没切后台、啊。还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是用 PC。PC 可以啊。哦，没有想到。哦。你就是滑鼠直接拉那个，你要用那个视窗那个的、喔。然后不是已经被也被红石揍了。哦。就没有办法。想说掉都掉了。天狗还有。早安早安。我在想，如果他那个水池上面那个洞不见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去。走真的超恐怖的！哦，听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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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嘎的声音了，都看不见。你说的是这个洞吗？对啊，这洞有变大哎、欸。剪了，剪了。哎，自己走，自己走，这个会一直点到彼此。前面还有一个，是你偷捡完了。感、欸、感谢涛涛支持，感谢啊什么我偷捡完了没捡。
哇，220个翅膀而已。哇，太多了吧？哎，我少捡一个。我想说，那个卡在火后面的，你怎么好像没有捡到？就说往前走了。哎呀，没看到。哎呀，啊，这里也没捡。啊，这里我这边还没啊，这边还没啊，走吧。完了。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进不去？啊，没勾吗？对，我按，因为 PS。没事，你走到底，你走到底，它就会自己进去。哦。对，你说的、喔。我说的。好好。糖糖安安，棉被猫安安，没有，因为有吧？因为有 PS 是手把跟 PS 手把跟 Switch 手把按键都是不一样的，它按叉叉是确定啊，啊，按圈圈是返回啊，就很反人类啊。因为我上次也按错，然后我完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没电了。Hello。好。好难。啊！哎。用拿蜡烛，不要叫，拿蜡烛，动手不要动口。等一下，好久没投了，用粉红色走。开心到撞石头，你看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要跳，白痴。我走。带路。我带路，你卡在我前面，我怎么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跑走了，跑走了，那你传我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急速折返。哎，往前面跳了。这个拿过了，还是一张啊？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休息区。哎，我不要飞。休息区，休息区到了。啊，那个在。对，要捞个蛇形，你最爱的蛇形。你很勇嘛？你很勇嘛？哇，你很勇嘛？哎呀！
光遇猴子你很勇吗？哇，掉了！我也掉了，完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刚刚。好，我等你。完了，等红灯了，等红灯。帮路人回。这个现在是红灯吧？红灯。冲冲冲冲冲！刚好被打到。糟了糟了。完了，了，可以啦，没事啦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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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，绿灯，绿灯，就一个，两个，不两个吗？两个啊！哎呀，然后嘞？传我。这里哦，电脑，电脑，好，然后那边还有一根，那跟后面柱子里面躲一个人，看到吗？走，好，点完回来，慢慢跑，跑，走。红灯，绿灯了，冲啊！完了，为什么不传送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那为什么？你很勇嘛？猴子。先往左边走吧，那边有人点灯了。边，哎，到你了。为什么这么刚好会去用头撞头啊？哎，另外一边。等一下，我。再两颗嘛。嗯。干嘛不用跳得过去，用走的？捏手捏脚呢。Hello。好。去。冲啊！继续往前，你不要往后走。我知道。哎，掉了。没错。我觉得比较凶啊。我觉得感觉比较凶。哎，爹，谢谢。那个拿了哈。哪个？后面还有一个啊。应该还没啦，这个这边。还没啊。这个这么凶。我也不知道。左边还有一个。一个吗？三个吧。后面。呜。那个，等一下。
怎么这么远？明天早上最最难啊！哎，有变呢，奇怪，以前没有这个拱，这个拱门呢。上次就长这样。啊，所以它是真的红石有改凶哦。变好多哦、啊！后面不是长，后面以前不长这样呢。修改。感谢绵，不，猫绵羊的追随。冲啊！怎么一出门就被揍？揍！叔叔安安 ，R B E A N O L， 哎，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你叫什么？喊你叫什么名字？米奈安安 ，B E A N O L I C K。电鱼。啊什么啦？你都记得人家名字是不是？啊，简单啦。不是吧？我在后面掉。哎，我觉得凶归凶，可是很好跑哎、欸，还是我的错觉。哎、欸，走的其实很快、欸。这个兄弟，醒醒！兄弟，不是啊，你隔壁有个兄弟。欸、有哎、欸，用那个跳的姿势跑很快哎、欸，哈哈，我会完了，我开始点哎、欸，这个嘞，咕噜咕噜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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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那时候还想说，你哪来的闲时间可以喝一口水，在那里咕噜咕噜。跑去献祭呢？对啊，有人红蜡不够了，是，有人下一季红蜡会不够，下一季不是家具还要红蜡吗？哎、欸，没了吗？没了吗？这我知道啊，我这是终点啊，终点站到了。他可能就是想让你站着走，但是上次就是真的，你会一直被弹，然后倒地起来、啊，然后又站起来，又再被弹倒地，就这样无限轮回，原地完全前进不了。没剩几分？五根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两根，一根，跟零零零，我也是一根，哈哈，我先了。带你们试炼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你要带啊、喔？我想说火试炼、欸、啊，好了，哎、欸，之下，我们来练习火试炼吧。走那条路我也忘记怎么走，我也忘记啦、啊。跳墙我会跳，但是跳不好是另外一回事。
走那个边缘的地方我会走，但是我不记得路。只带水跟屎，谢喽。没事啦，风的话，贝贝很快啊。可以模糊模式嘞，你现在换没有是丢水沟哎。对啊，因为跑图的是我。对啊。还是你是要他模糊模式？哎、欸啊，我度数比他还深哦，我不行哦，我曾经有模糊过一次，那一次之后就马上拿掉了。模糊完发现度数又加深了，啊，好可怕、哦！你等我们，好啊，没事，那路诺风试炼，我们今天跑图再跑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反正会顺路。对啊，阿火试炼练习的时候再跑。哎、欸，他刚刚还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偷偷直接走、欸，哎，对吧、啊？简单去。哎，我不能跳舞。远，光头。你干嘛？你手怎么张开了？你干嘛？等一下，忘记点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把翅膀还来，很好。准备。你先去试炼门口，哦，好，你飞起来了吗？好疼我！飞起来了，哎，撞到，哎呦，来了，好哎、欸，可是这边你要跑，不要。叮叮，头上又长了一个包。叮叮，头上又长了一个包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没有关音乐？音频，有没有奇怪？怎么我这次献祭会这么的有不孤单？找一下 BGM 啊 ，BGM， 干嘛？哎，跳，是你？谁啊？谁呀、啊？不是我、啊，给你跑了，给你跑了，不是我、啊。挑一下一张图嘛，对不对？我第一下不是你敲的，敲的。第一下不是你敲的，那是谁敲的？那露露。不要跑图。是露肉。不要跑图。是露肉。
真的哎，我这边听好安静哦。我好安静，开音乐啊。我有开啊，可是我自己听不到。哦。哦，OBS BGM 是这个意思。对啊。可以听得到，但是我怕，我不想。哦喂。对，只是减精能而已，不用跑跑的话。对啊。为什么这边的尖组吗、嗯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为什么什么？有人问为什么这边的分析是躺着？没有啊，我们让他舒服一点啊，让他躺。看一下啊、哦。看怎么有人？你要看了、啊？哎呦！你要这样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要这样子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我换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换，不用换。点不到哎、欸。有，可以了。好。我想说。恋语早安睡睡早安早安，不是我想说那个嘛，像拿娃娃一样啊，对吧？没事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很坏哦，地板有点脏，要扫地啊。要这样？谁先的？要这样是不是？谁先的？哇塞，哇塞，要这样是不是？我都没让你拖地耶！你踹我，你扯我耳朵哎！你的核心很强哎，会自己抖起来。好了，改了，改了，改变专武了，对啊，棒耶！对啊，你还是扯我头啊？不是，就说娃娃，娃娃，我娃娃，娃娃，我没有扯你的头，我抓娃娃也会抓脚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！哎呦，什么啦？撒娇啊，奈不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哪里来的小学生啊？哎，不一定啊。不一样。好哎、欸。好哎、欸，这帮们。马同学，安安，马同学，好喂，慢慢的蜡烛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插蜡烛？插火把了？怎么插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根本就可以，没数没数。没什么可爱的嘞，萌新头哎、欸，真的觉得他那个脸颊红红那两颗不能用来面，很可惜啊。他就应该是要眼镜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我觉得他应该改眼镜啊。他这样。很像那个哎、欸，真的很像。你说纸扎人啊？真的让他看看纸扎人长怎样。
欸，你有没有毕业地图啦？你这边可以毕业啦。还没啊。哦。看紫扎人。那個、还没看。哦，紫扎人。让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紫扎人。根本紫扎人好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了，哇！这样先到先赢是不是？要加时间吗？你要这样？问你啊，你不能到的时候才决定哦。你抽到第一个翅膀就要决定了哦。我觉得你要用奥博。我什么奥博可以用？没有奥博吗？没有啊，不像这样子吗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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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知道，这人很危险呢。奥博是谁先的？好笑、喔，你双安安、喔、没翅膀了啦，飞不起来了啦。奥博人，哇哇哇！你好像是最不能说这句话的人。我主动用过奥博。你看，你真的是奥博人呢、欸！我奥博人，奥博是哪里个？整天用奥博，整天奥博啊！你要讲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就不要今天给我当奥博人哦、喔。我今天没有奥博吗？嗯。我什么时候用个奥博？我怎么不？谁打雀文用了累积一满才开始要赌博的？啊！好壮哦，对不对？东已经东二局了，才说哎、欸，我们来赌博。我赌屁呀、啊！你问这不是奥博，这是什么？难道我刚刚那人在说什么？我这次才不会打什么麻将呢。方圆，你干嘛？跑不起来，你在干嘛吧？哎呦，很挤啦！哎呦，干嘛啦？哎呦，过去一点啊！迷途，迷途！好像可以送，好像可以断手，等一下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慢你啦，慢你啦！哎呦，慢，慢伤害我啦！哎，我换完了吗？我在缺人啊，好啊，啊，对我换完，好，花第一站，第一站，土花。左上角那些数字是什么？我的货币。手上有这些是我持有的货币数量，很有钱。还我 ，Hello！ 我们先跑这个啊，等一下还是要出来跑啊。不是哦，我们这个先捡嘛，还是你赶时间？赶时间要说呢，好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要等一下。点了。啊，对啊，我们等一下捡完这边的金人再传你啊。哎，小伟啊。已经没有刚睡醒的声音了。点了，八，八改。哎，这样是不是等一下可以来收蜡烛？啊你啊，
是妹子，哪一个？你说隔壁这位啊？嗨，他是呆子。啊啊！你再说一遍。笨蛋！你才笨蛋！你笨蛋，不一样。你才不一样，小学生啊！暗假了，吉娃。好嘞。天哪！好吧。被miss了。好，小伟，拜拜。我看到有人说确实，那个说确实的那个，我要给他扳手。他怎么名字有点眼熟？可能有被创伤过吧。好像叫什么扑什么嘎什么嘎的、哦。小扑对不对？不是小扑，小就是大扑。大扑小扑，搂一排。我发现最近那个我用手机。好，回家，这样。回家传盐霜啊！啊，他等我们啊。好。他、啊、快等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最近用手机本蹲不了。蹲不了地。哎，你就知道我蹲地多辛苦了。但是用点火杖，你传，你传，你传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在 ，hello， 来了来了，哦，抓到了，现在才点火。我点火啦！干，我早就点过了，我算不想讲了。嗯，我 N 百年就点了啊！你今天你要收火啊，时间到才会解开让我弄。有。我跟他好没有，我们关系没那么好。有。好过分哦！我找找那个人。我突然找不到了。感情不好啊？有什么？有啦，有解锁啦！你干嘛不用啦？白痴哦！有啦，有解锁啦。你蜡烛太多，你要解什么啦？要干嘛？不是水试炼吗？我会跑啊。传送，我有啦，我跟他有啦。感情不好。哦哦，你是要我传你，然后杜诺传我这样子。备用哦，这个意思哦，对耶，我在想什么？我以为你跟露诺有点吗？好、哦，给不了了，给不了了，笑死，不能给了，为什么？坏掉了，你看他没有掏出蜡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掏出蜡烛，坏掉了，坏掉了，传我，传我，没事啊，那个盐霜有外援，也是有外援，走，我们走，有兔窝外援。岩霜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有外援。哦。姐夫早安，睡睡的，早安。你才被用两指。新手，这是假假的。哈哈，不给不给解锁。还是你是要送爱心给我，给不了。
好啦，不做了，不做事了，不做事了。来给个问号，哇哇哇，好刚好！我又坏，什么叫我又坏？你才坏，你坏坏！完了，我们这些矮面人，跑这张真的是痛苦啊！矮面人没有人权，没有，等他卡后台。哎，我为什么走坏？你是不是？傻啊啊完了嗨，月下懒猫安安，早安早安，不用担心，你的台还在挂着 ，gank 中，嗯，了不起了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嗯，哦。天啊，谢谢你不信吗？我现在点进去打，敲头指令。臭小陈，所以我才说我不喜欢水之恋啊，嗯、啊有够久。以前觉得说跑这个简单，因为会卡后台了，但跑过之后发现说，哎。又不跑了，我丢！我想，不讲。挂下。挂下，你怎样？我一样挂下。不用吃大辣啦，因为前面的家伙已经回了，这家伙。没有，这里我吃过。我都啊，你都吃，你也回，而且你也回了啊。对啊。怎么用这家伙来叫我呢？哎呀，对对对，我不知道怎么。啊，怎么有人口渴了？想喝冰的、啊。想游泳啊？那怎么不玩温水模拟器？温水模拟器，对。问罪？对啊，你只问我。问罪。别罢崩。别罢。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也是。高牛裂隙，裂隙，裂隙，你夸，你夸，你死啊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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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夸，你死啊哈啊啊，死啊哈，不惊。二重奏呀？对。我。是不是上不去？是，到了，太矮了。对啊，微轮圈。这是微轮圈，走着好。哎，出车祸一定先扶车的人。哎，啊这个，嗯，还是另外一个考验是，你今天送外送，然后带着女朋友出车祸，你会先扶车扶女朋友还是扶餐点？
你会先把餐点捡起来，还是扶女朋友，还是先补车？这题太狠了吧！太远了。车没事吧？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刷，我就不能先站起来吗？哎呀，爬起来！哎，严霜隔壁是你朋友，哇！你这样，你朋友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都自己跑就好了？好啦，你传我啦！不要！哦，等一下，你又还没到，那我玩一下嘛。都到了。啊，叫我过这个。好，你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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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啊，等一下，我走错路了。我们去玩一下那个打弹珠好了。是你到，是我到了。對我搭，等一下，让我玩一下，让我玩一下。你想玩？我们今天可以玩很久啊。鬼鬼鬼！咕噜咕噜咕噜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捡了。等严霜吗？严霜等你吗？等一下，好，还在咕噜咕噜哎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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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坏掉。为什么没亮亮的？我要坐下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是出去了。我们亮亮的是因为有做那个啊，那个那个终点的那个，对对对，等你等你。哦对哦，你用这个状态去跑图对。大核桃，你有金刚护体，不用怕。我在想，还是跑试炼的时候我就回去表演外面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有一个，那个哪里？火试炼不是要用矮面会比较好钻那个缝？因为如果是跳那个什么，跳墙壁那个跳失败会很坐牢。我的早安。啊 ，LD， 你有看动森消息吗？2026年，动森最后一又要再多活一年的意思。不是，他是动森是最后一个版本，不会再跟、欸、不会再做了。好，我要。你那时候会认识 OD 是玩动森啊？直接帮我把所有的那一个月份的动物什么东西都弄好，叫我去抓。为什么没有？直视链，虎视链的话，那个那匹马也很强。我以为他没有，不是我吧？是你吧？哎、欸，啊，你是那个啦，你是宝可梦吧？啊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欧弟是什么啊？欧弟是光遇啦，另外一个是谁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忘记名字了。那时候宝可梦帮我补图片，然后东森帮我弄，忘记了。你看你多久没出现了？好了，真的哎，但也太好久没出现。姜饼诺诺，早安早安。这个主播好渣哦，弄完人就丢了，没办法、啊，他已经消失3年了。
我漏。哎，滑下去，滑下去，滑下去！我不能滑，来了。我滑下去我就没了。对吧？你是在场唯一一个玻璃娃娃、欸。作弊！作弊的玻璃娃娃。你才不一样、啊！不是你啦，你才消失一年多吧？还好吧？你在贝尔出现之前还是有出现啊，贝尔玩光遇的时候你还是有出现啊，对吧？那是谁？瓦先生啊，瓦什么忘记了？瓦先生，莱先生吧？啊，莱瓦伦，莱先生。我想说，瓦罗兰不是瓦什么瓦什么瓦什么啊？莱瓦伦，那时候你有出现啊？也没半年吧？一直抖，一直抖。瓦伦银行被我抢到破产。哈哈哈！安安。这皮好可爱哦！嗨，绵雨安安，打开你早安，绵雨，我跟你说，你的点数哎，昨天讲过了，三万四。来，怎么了？啊，抱公主抱，她想要蹭这个缝，穿这个鞋子有我点不到你有，嗯，穿这个鞋子怎么？卡这个缝会慢慢升上去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对，但要穿这个鞋子，超好笑的。哇哦！哇哦，这鞋子。对，所以我才跟你讲说，想要回去换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马同学，走了，马同学。马同学，没人在跳墙了，马同学。有电梯，谁要跳啊？原来是这鞋子，对。因为我看他水试炼穿这鞋子，我就想说，武士炼的电梯还可以用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用过。哎，希望这鞋子不要改啊！哎、欸，问一下哦、喔，这鞋子矮面可以戴吗？不是，我是意思是说，矮面穿这个也有一样的用处吗？你任务结束了，谢谢。谢谢。矮面就不行，对不对？哎，换这块正常怎么过？走迷宫，解谜走迷宫，密室逃脱。对，而且很难跳哎、欸。你跳不好就是往下摔，然后在那个记录点重新跑。这关正常跑完也是要三分钟左右。你看那些棉帽一。迷宫，哇！哎，马同学，你再带我一次火试炼好不好？马同学造型很好看哎、欸，那个时光记得啊，你的前一个赛季啦，怎么带？啊，那不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活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我是不是有毒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是你的毒品吗？哇，这个哇，这个肯定的吧？没办法给你蜡烛，没有，那就 bug。我那时候跟露诺解开那个上面的词，解不开，他就在那边请了我。是不想给要讲啊？就掏不出来，没看到我的手一直拿不出东西哦、喔。啊，你是不举？我被
有讲这种话。我没有讲这种话。哎，疯的不用，马同学疯的不用，疯的我们今天每天都会跑。我，还是就这样，我的，不然马同学你火的会跑、啊。哎，疯的不用跑啦，封建路诺。我不知道这里哪里是哪里。那你还走第一个？我你全都会，我知道你全都会。阿峰失恋，我是杯杯冲上去的、啊。我也像个人跑法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严霜真的不是我讲，我你看我也掏不出来。干嘛？你看掏不出来。没事没事。重开治百病。重开电脑啊。对啊。手没力了嘛，蜡烛太重了，手没力，手没力。不用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叫你带我，你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司机。带什么叫带？不是叫我跟在你后面啊？不用举蜡是不是？我没有，只想要看你走的路线呢、啊。真的太久没走火失恋了。你前好啊，前好，你点的，好的。哎，一左一右。应该要你背我，或我背你，这样好像很糗哎。干嘛，马同学？要不要？会死吗，马同学？马同学，我觉得要死了哎，马同学。我死、啊！完了完了，要输了要输了！等等等等，露诺，你背我，你背我，你背我。好，我背你。好。哎。嗯。好。我想。对。哦，对，意思是让他输。带我。英文的带，哇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另外一条路线，这个是比较快的，但是这个很难蹭。你看，但是他很好蹭，他打我脸，你看就往对面黑黑的地方跳。Nice bye。所以我是想要看啊，因为这条路线我永远都没有去，没有时间去。是要跳哪里？达克伯爵安安，宝贝诺诺初次见面，早安睡睡早安。今天要来单推了吗？不是那个。啊？怎么叫你？你的名字是什么啊？啊，不对，哎，是老王吗？是老王吗？会这样叫的，是老王。一直在那边掏不出来，要不是我们知道你在光月，有以为在色色。是我们刚的话题哦。对啊。哦。柯基，橘，是不是想给我？我说没有哦，今天爱心送不出去哦。是老王吗？这真的是老王啊、哦？是吧？是有鬼。因为我现在知道三个路线嘛，第一个是之前我常跑的一个路线，第二个是这个，第三个就是以夜月跑的那个边缘。小伟出现安，哈基威巴困，是梦见露诺，你叫露诺或是诺诺，嗨，
开心吗？啊，同学压力有没有很大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当练习多。我们在杂谈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点远啊？我本来还是这样讲，不是有点可怜哎、欸？花两个人是不是太重？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，顿手就过去了、欸，哎，哇哦！看，不是我，我 bug 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无限，我一直往下坠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。看到吗？哎、欸，点。有用吗？你在哪里点我？在我隔壁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。你救了我。啊，看不到大头贴了，我这里。啊，点火来。你怎么跳过去的？你下来再一次，反正就一直跳，是不是？来，露诺，你跳跳看。好。哎呀，哎，这滑下来了。嗯，这个跳右边一点。他跳到哪里啊？对面。哦、有点远哎。有点远，我看啊，点亮一下好了，好危险！啊，掉不过去。看到位置吗？还是矮面跳不过去，不可能啊！太提早跳，哎！等一下，矮面确定可以跳过吧？万物皆可矮面吗？哇，看来我们要试试七方案。这是什么泡面？七方案是什么？走边缘路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不是不行哎、欸。没有不行啊，就是不好跳而已。商品人可以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是一样。看一下，哇，完了，真的不会耶。你说这个比 A 方案的还难跳、欸，都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来，马同学再来一次，刚没看到，认真没看到。
你应该没助跑吧？是不是往前跳，然后还要再推一下那个，推一下那个方向键？因为我看小妞都喜欢跑这边啊。来看一下，马同学他没助跑，他是贴边边。那问一下，这手机比较好跳，这 PC 不好跳吧？你不要说我都怪 PC 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我就跟你讲说，像六龙那一种啊。你要推一下那个左边的方向键啊。啊，那确实。就是我之前跑图也会，就是轻轻推一下方向键，它其实会自己跳。所以很多方法是你可以跳一下，然后再推一下方向键，它可以马上变到那个可以踩的地方。哦。你要不要道歉？对不起。马上认怂啊！因为光遇这很白痴的游戏设定是，你跳跃的话，它会智能去吸，然后脚要磁铁啊，会去吸可以踩的地方。嗯，对，你只要你不用按跳跃键，你只要轻轻推一下那个，就是轻轻往前，就是甩一下那个方向键。像雨林不是那个吗？第二张图有一个在水池，然后有两个蜡烛，一堆那个三个螃蟹那个地方。海面是不是不好点？哦，跳那个位置哦，白痴哦！跳哪里？看到没看到？我下去。好。正上方有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小平台。好。知道位置了。马同学，我问你哦，你跳之后是不是有推方向键或是跳跃键？我前进没放开。拜拜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我有助跑啦。就是你到一样，就是跟吐司链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到那边的时候跳。有点好。对，懂了哈。啊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对不对？哎哎，好好好，他怎么自己就弹了？他会吸啊，他会自己吸，还是你给我牵手？啊，来举个蜡烛，我要看下一步了。好，睡屁呀、啊，起来啦！起床。哎、欸，滑下去。不是，哇，卡在那里，等一下哦。不知道你，马同学上次跳一下，
心哎，最后一点，你叫一下。我叫了啦，他就跟马同学同蝶哈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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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。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来了，马同蝶，来。好。就脾气不好点，马同学牵手。不脾气啊 ，Switch， 好哪里？很这里。哇靠！太高了吧？要蹭啊！哎、欸，哎呦呦呦呦！以防万一，看运气不好，看来还是我们用绕的哈，边看攻略边绕。很危险，很滑，真的超滑哎、欸！那 A 方案也是啊，滑不好就是往下摔，然后没有踩好就是接住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我不要。好，马同学牵手，对我使用牵手。好嘞，哦，哦，就是熟悉的条子。嗯。然后跳旁边的根，哦。然后跳终点的部分。哇！没有，还是坐牢，就这里。挑战恐怖游戏吗？对啊，超吓人。对，我不错，很讨厌就是看不太见的那个，视野太差的游戏。啊，火之炼那时候我就跑起来真的是很不舒服。不怕，嗨嗨。以前有个方法是杯杯加牵手，然后角色会螺旋往上转，它那个螺旋的速度又比较慢，可以很好拿捏说，像我们杯杯飞不是往上喷吗？对啊。那螺旋飞大概就是 0.5 倍速的往上飞。啊、哦。对。我那时候就那时候每个地图都可以用这个招啊，土司链可以飞上去，然后火司链可以这样飞上去，也踩。感谢鱼海的追随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直蹭，一直蹭，一直蹭。差一点。
阿雷雷，阿雷雷雷雷，阿雷。坐哪？坐哪？阿雷雷，阿雷雷，好猛哦！阿雷雷雷雷，坐牢，马同学走。走了走了，梦见路诺走了，往前往前。我不知道路啊。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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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嘞？往前啊！跳过去啊！对啊，跳过去啊！认真。不是啊，真的啦，很短呐。啊。好。啦。喂。到了，哎呀，要去拿金人。这是什么生物发出的声音？怎么了？东西发出的声音？我不知道。你说刚刚阿爹爹吗？怎样？我看到有人说是什么生物发出的声音。哦。是姜比，是柯南发出的声音。阿雷雷，阿雷雷，然后还是亚卡马西，亚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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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姐。我的光遇种比较好玩，难玩死啊！还是不给你带好了。啊？不用给你带啊。好好啊。来，走了。放烟火喽！看那个，哦，我看那个会战斗的那个洞洞。呀，啊，是回家。那你会山洞干嘛？我忘记了。你想跑风思恋？自己玩的时候觉得怪物判定好奇怪，主打一个玩不明白啊。正常啦。你说火之恋啊？啊？是什么游戏？魔物猎人还是光遇？光遇吗？你是说明龙吗、欸？你要收蜡烛吗？那啥？哎呀，对对对对，我要收蜡烛，我要收蜡烛。Hello 啊 ，Hello， 呀，我配件啊。他们想要电话，电话，电话，电话。对吧？就说这边的打扮都是五彩缤纷的儿童乐园。好耶、欸、说完了。说完了说完了。儿童乐园。悠悠早安是谁？早安早安。这不是新的 XY 吗？什么新的 XY？ 不是 DA 吗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决力，你们是玩哪方案的啊？你们是 A B C 哪个方案 ？A 是一开始就跳 ，B 是刚刚的马同学那边跳 ，C 是绕圈圈绕一大圈。我是练。B 弯水水弯弯。B 哦，也是刚刚那边哦。哎，接了。
我试炼的怪物判定很奇怪吗？哦，试炼都是给马带的。那、啊、你们每天都跑试炼呢？没有吧？那我不吃这干嘛？快习惯。哦，要投胎的时候是。来。啊，有了。他们都不学，没办法、啊，很难欸。没事去那干嘛？吃大辣，来。不，毕竟你看那边的大辣加起来多少？200、200、400、500，多少？600根大辣、欸，600根辣，600根大辣，600根辣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敲到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其实有啦，小点头一下而已。哎呦哎、欸，有啦。看，叫你敲啊！我在帮你测啊。我有在看。600根大辣哪里可以实现？试炼，试炼，通通都在试炼，试炼。问就是试炼，不是没有啦，应该是500根呐、啊，对，试炼算辣跟大麻，你很危险，来，天哪，很危险哎、欸，除非是可能今天跑图跑比较快吧，你看全部跑完还剩下，全部跑完只有1分1小时半，多的时间在跑水。这是原神吗？按，等一下，点不到，好了，点了。你凶我？这是光遇，我没有啊，我怎么会？我们怎么可以？我们要那个，我们不能对司机凶。我献祭了，祭完了啊！你没看到翅膀？先换先祖，换什么先祖？哦，辣根嘛，哦，小伟问这个哦，大辣根没有啦。我们说的大辣的意思是，你们刚刚，我等一下再示范一下，比较大撮的辣。对对对，它很像三地鼠，一群三地鼠聚在一起的，那是大辣。然后一般的蜡烛就是一根地鼠。什么司机不是坐骑啊？对啦对啦，坐骑要不能凶他，坐骑会咬人。对，你要不要带点凶？来了，不让你跑。不要，我不认识路。这一张哎、欸，不认识路。这一张哎、欸，梦见路诺，我不认识路，找不到路卡利哦。对。你还只会烧别人的？哎、欸，你玩到哪里了？小伟，你玩到哪？嗯？佛西七婆婆。小伟，你要不要在 DC 找朋友？你带他们上天空了？那有啊，那你有没有把门都开了？这是我跟你讲的嘛，你只要扒一下，跟着光走，就会自己带你去有光那个任务的地方，开门的地方。太忙没时间玩，没事啊，你有空真的，你真的有空再玩啊。玩这游戏，你前期如果什么都要的话，收集起来真的很。好了没？好了。
防护岛、欸、没事啦。你是说陈岛有版权是？对啊，要把圣岛。啊，圣岛。可以跟我一样一个月玩个一百小时，疯了。有差吗？认不出来。白色蜡烛是就是货币啊。啊，算了、哦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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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传我，你传我。红色蜡烛是解锁好感度的东西，升级好感度的锁。白色是交朋友。是红色也是交朋友啊，这样就是怎么讲，红色是拿来突破好友上限用的，真心用的，有没有？就是有些卡池不是卡在二星三星吗？要升四星的话，就是需要用蜡烛来升级。然后界限突破之后呢，啊，你就你的翅膀就会变更多。补充红蜡，哦，普通红蜡跟献祭黄什么意思？你说地图上那根大大的红色蜡烛，还是哎哎哎哎哎？他是说点小黑的那个吗？好的，点到了。嗯，反正哦，你手上有举着蜡烛行为是点亮了，啊，如果你有掏出蜡烛这个行为就是交朋友，好吗？你不是一般点 NP 点玩家的时候会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根蜡烛吗？那个只是看对方的长相用的。当你有跪在地上掏出白色大棒棒，那个行为就是交朋友。简单来说，红到非常感情，哎，有点难懂。天哪，回家吗？嗯，只知道回家，我知道这里要回家了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可以炸翅膀了，我是不是来不及炸？没了，来不及炸！来不及炸！好烦哦，好烦哦！所以他看到我是红色，没有，他看到你会是。全黑的，然后他拿出手上拿出一根小红色蜡烛，就是一根，这样子的时候是像这根小根的，就是把它点亮，他就会看到你长什么样。然后这根白色的是把你的东西掏给对面，掏心掏肺，有没有？像如果，哎，这边有小黑，这边有小黑，试一下。你看点亮是白色的嘛？你看我们手上是拿白色那个不红色的小蜡烛，啊，这个行为就只是点开看一下了，看它长什么样子而已。好可爱哦！它宝宝装诶，这个是宝宝装，可爱。哦，了解 ，OK， 对吗？没被吹。然后，现在魔物猎人网有冰原世界破晓。哎，冰原跟世界是世界冰原是同一个，只是 DLC。对，冰原是 DLC 啊，不过建议玩世界冰原。崛起，
崛起，我玩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崛起是好玩，但后面到后面会有点没有意义的农庄。它不像世界是，比如说你缺这件手套好，你就拼了命去打素材来做之类的这种感觉。啊，再來就是赌那个马虎子，就是随机的项链，进这样。然后崛起不一样，崛起它会就是说，你要做这件装备前，你要先把某个等级练到230、240这样，练上去之后，你才可以做这件装备。那做完之后，你又要下一件装备的时候啊，你又要把等级练到250、260，这样子的行为啦，我觉得有点不喜欢，就是已经变得有点没有意，就只为了做装备而练等，而不是打怪练。感谢 Billy 的500梦玉，感谢。拿了没？上班加油。拿了没？拿了。拿了，我都没拿梦玉。拿了。你在那边上班加油。喵的新龙天什么？拿了没？雅思安安，等一下拿不到，拿了。对，然后大概为什么会推世界冰原，是因为明年的作品就是世界冰原的制作团队做出来的。有人错评了。对，小维，小维是不是你？错评了。崛起感觉好累。崛起前面也有点奇怪，因为崛起的制作团队是做类似格斗天王或是拳王那种，就是打击的啦，就打架游戏，所以崛起玩起来有那个有来有往打架的感觉，就是比较丝滑衔接。哎、欸，拿了没？捡了。对，所以崛起好玩是好玩在都拿完了吗？三个八人们。我已经分太多团队做一堆烂作搞破坏 IP。 对，因为没办法，他们有原因啊，原因是你看你要在两三年内出一款新作会来不及，那就是分团队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的有时候可能像世界观或是平行时空，那时候我看啊，因为我其实也是从世界来开始了解魔物，然后他们那时候是觉得说，也是很后面才加入，就是那个生态。你在干嘛？没有，不然点到那个，我不知道怎么。各位玩家正在常看共享机，你要一起看吗？就不然点到哦，可恶。那走这边吧。不知道是谁。方针问题，对啊，所以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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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飞起来了啊！好嘞，我下礼拜买，上礼拜花了70000组4090，太贵下不了4090。太，不用到那么好吧？你又没有要开实况或什么？AI 降低的素材几率真的很可观，真的假的？东西这么狠哦、喔！东西，他说 AI 会哦，对啊，有读心晶片啊。啊！就是那时候我们才会说，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加我的最爱，对不对？那系统就是说 你非常不想要这个，然后让你死都打不到。哇！对，或者是他会判定你拿什么武器，然后他就会死都不出那一类的相关东西给你。所以你要故意换其他武器。对，所以当时才会常常说什么哦，我拿太刀一直拿到轻弩的东西啊，就是你拿那个嘛武士刀、武器一直拿到枪的枪的配件啊，你拿锤子一直拿到刀子的配件。好坐牢哦。对啊。
4080现在多少钱？我明年、啊、明年前《魔物猎人》出来前要来大更新我的电脑，不然已经开始好多东西有点跑不动。Warband 是不是？我其实之前有想玩呢、欸，但是有些人有说有点坐牢，不坐牢就是。也是跟光宇一样吧，就是吃电波。有人就是有爱的才会玩，没爱的就是会不玩。普尔西斯0909的啦，小胖说的。什么东西？小胖说普尔西斯0909的啦。那我问多少钱呢、啊？小胖多少？要不要养我？小胖，你都没在我这边给钱，一给就要给大笔的吧？是这样对不对？谢谢小胖。我缺一个，缺一个马桶。怎么没有？绝地也有玩哦。我很晕。区2000小时的休闲玩家。这个，我怕我念错哎，很丢脸。我吧。我呗。我呗。卧肥，卧肥，我努力力转转转转转，4080太快3万，4090要5万，哦、哇，买了，哇，看我，然后举不起来啦，北七哦，你借我摸一下，哦，有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我看你有啊，有。你看我有，你看哪裡？你不是啊？我看你有拿那只，不是你刚刚的话很奇怪哎、欸。你刚刚的话很奇怪哎、欸，天哪！刚讲的吧？不是你刚刚的话真的很奇怪。哦，你说我说我提不起来啊？你说你看我有、啊？不是。你说你有看我有啊？我，你说你看到我有啊？谁怪？怎么人想什么事？天哪！你刚刚说借我摸一下、欸，哎、哦，那谁说的？我就想说，我看看我是不是正常啊？它就坏掉了、啊，起来、啊。有人说10000多买个4060 Ti 不香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们有开实况。然后才八 G 不想就你看，光是开 VTS 这个东西就很恐怖了。VTS 跟 OBS 这两个效能吃的其实也很夸张。我知道我的电脑快熟了。对啊，而且你那时候就很多人说啊，我的风扇在叫，啊为什么现在没有呢？是因为他没有开 VTS 的这个鬼东西。啊，那为什么有时候玩游戏有些 B 都不开皮咧？就是因为会卡。之下玩没事，开台就出事。爱查德安安。啊，就是因为这肥事啊。啊，抱歉，坏习惯，看到鲑鱼卵就想吃。嗯。没有啊，就是。蜡烛还在加杯的时候，啊、很像鲑鱼。是啊，没关系啊。他生气了，他行了。不是吧？没关系啊，你吃啊。真的，你吃没关系的、啊。来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没点到。有了。不知道，我就是其实有一种，你要买就买最好的。不然我就不买，所以我钱其实很省，就是因为我很多东西，其实我也没有道德洁癖，就是我不买二手的，怕买到鸡网，人家不要。送出的一个会籍，拿到了没？拿了，谢，欢迎加入战队，别战队。欢迎加入，欢迎战队，欢迎欢迎。
手市场还是不要放。我觉得真的要看，那个很可怕哎、欸。就不知道他前面发生了什么事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买到什么啊，搞不好机组有过世啊，买到啊。就是有那种车，也像二手车也是啊，有没有事故车啊？也有事故机之类的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啊？对啊，情侣吵架，所以买全新的比较实在啊。对啊，虽然很贵，很好赚啊。不然你买二手遇到问题，你再买一个，不是超过钱超就超过了原厂，不把新没有啦，钱不是。哇，拿个东西。你先扒完。我知道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再拿一个，你再去拿。好。哎、欸，可以炸翅膀了吗？还不行，我以为可以，还远。来。好，拿了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对啊，所以。怎样？露诺，你在看哪里？露诺，不行，看那边。露诺，欸，他好色哦，他哪里不看？看我这边。啊，可能你们要看我的台啦。露诺，露诺在看我下面。露诺，你在看哪里？啊，中间露诺，中间露诺，看哪里？我们见露诺，你看爽没？假借去拿东西啊，意在在物色啊。看我有没有？有，他说有，他说他看我有，哇！他刚刚在台上说他看我有。回来了、欸！你一定要看这段记录的、啊。怎么了？看一下哦、喔，1:59，啊，1:59。怎么了？我的画面，你拿了吗？拿了。欸、你看就知道了。这样。哎、欸，小胖安安，谢谢小胖的4090。问就是买最新最顶，你买给我啊！对，小胖两台，谢谢。小胖，谢谢。双十一购物应该有优惠啦。我来了。谢谢小胖，让你今年有奋斗目标了。带你不薄吧，爱心都有送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了吗？等一下。先走了，拜拜。好，先去赚。见了，小胖要拜拜，他在工作养我们了。小胖，拜拜。感谢原创的支持，感谢。谢谢小胖。自己都没有 CP 了，快快。原来没追谁，没关系啊，现在追。当然是要把最好的留给主播们的啊，加 S 哦。猛。猛猛。真的是加 S 哎、欸。猛吧。谢小胖。猛猛的。萌萌萌萌哒，也害羞。接了。这时候该低调才对。对啊，次次等你的，等你的椅子哦。告诉他，我所有设备都跟干爹讨。哇。没有啊，他要给我椅子，肯定给而已。我想要那个可以躺下的椅子。星星被抓着，头发会痛吗？不会，我是粘着，没有抓。哎，要看抓吗？来，不要了，不是、啊，我的赌，这是玩哦，这是玩哦，才玩哦娃娃，才玩哦。先帮卢哥换个可以打 A 配的，好了。点了。哦，原来是三人同行，两人免费啊！谢谢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冷水姐，没有没有，回家吗？回你个头啦！回家你跑！我想说，
点睛人而已。习惯性，看到这里就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回家了。肌肉记忆，肌肉。对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右边，你怎么蹲下来了，好猛？蹲地啊！我怎么蹲下来？蹲地啊！不是那边可以蹲啊？我一直都可以蹲，只是每次都在这边用杯杯的，我蹲不下去。啊，捡了。原来不是三人同行，四人免费。那、欸，啊，请问多那个人是谁？是大家等他生出来吗？你知道两人同行，一人免费是一人免费是算在两人，懂意思吗？两人同行，两个人会变贵是不是？不是，两人同行，一人免费，意思是说两个人去。算一个人的钱，拿了吗？拿了。对，星星不会火盆蹲，我会的。不是你用食物取蹲给我看，我会火盆。我手机啊，不、哦、我现在关台，我跑跑了，好不好？根本不想看我食物取开台，我用手机开好不好？然后画面是那个打弹珠，你们玩。哎、欸，打弹珠好玩哎、欸。可恶，我以为你忘了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一直很想躺在电脑前面哦、喔，而且也是去年的大概这个时间，你跟我讲说你要送椅。慧慧早安，是最早的。那孕妇算几个？孕妇打架算群殴，你知道吗？点了点。回家。孕妇打架算群殴，哎。然后肚子也还会反水踢他、欸，反水。小孩算共犯吗？我知道啊，都说孕妇算，中乐透一定送。我要拿回答的立牌刮刮乐刮到，我中乐透一定送，肯定要中吧，中200块要送哦、喔。说中没说中多少钱？对啊，你讲的哦、喔。截图，各位截图啊！图奇最伤的地方就是他没得回收讯息，但我不买乐透，哦。我看台，但我不推，不意思。我单推，但我不看台。还没出生就当背骨仔，哎呀，凉了。哎，我如果一边吃我的午饭，会不会太过分？我新看过 Magic 是什么？不会啊，魔奇是吗？是吗？很像动画的名称呢，是吗？还是那个是哪个主播？请问你在说动画吗？魔奇，对啊，魔奇，你看啊，好看呢、欸，好看呢、欸。你怎么可能会看动画？内心糟糕的念头也是这个主播叫我看，我才看。嗯，没错，而且还是在人家没有看过第一季的时候逼他看第二季。对啊，好过分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跑金人跑哪跑哪跑金人啊！繁星跑金人。跑看到鲑鱼卵了吗？对啊，变小猪了。来了，拿了。啊，对，很多那个很像他那个他那叫什么，卢浮啊还是什么，忘记了，很像他的那个小鸟。哇，你又提到关键词，刚刚就刚刚看不是，你看观察到哎，有分我的画面不能看你的画面，哎，我断了。魔奇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，真的。
圣石小子也是啊，他就有个妖族什么尾巴的，就是因为他，我才发现我可以生吃。你可以生生吃，嗯，可以生吃动画哦，不是，拿了没？拿了，啊，我技术真好。那我等一下都是扫一下，马上走哦，就比较矮。不要，技术真好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救我，卡住了。但是蛀牙动画，你说内心糟糕吗？我蛀牙，糖尿病动画。蛀牙太嫩了吧？对啊，这些糖尿病末期。真的是，因为它都是半夜更新嘛。拿了拿了，然后就是，真的会在床上扭动的那种。什么叫扭动？你是哪边痒啊？我经理在痒，你在扭动什么？不是看很激动的时候在那里扭动了啊！被牵着还可以边打配边打我，边牵着，你是说这个人在吃饭呢？对，他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做封面，然后吃东西，嗯，就像黑人抓，对，然后还可以低台去边聊天室打，对。拜托，人家开直升机都可以在电脑，好嘞，真的。开直升机都可以去。新手岛牵你可以靠腰、喔，你就等你啊，你真的有空再带你带你好好跑啊，不然这路上你可以加减收集一些蜡烛啊。但是如果没蜡烛，其实很多东西台币都可以解决。就是你看左上角那些东西，150个就是，15个就是台币150块。然后然后就是有，看一下嘛，来推销一下。嗯，商店。哎，只是只可以开商店，脾气不行。哎，我还不行哎，反正就是你，它还有个橘色的蜡烛，那橘色蜡烛也是可以用台币嘛。那红色蜡烛就比如说你买100根，不是要1500块吗？对，但是他会多送你20根啊15根这样子。九色鸟换我九色鹿啦，九色鸟，还是它是叫九色鸟？就没有再跑每日了，好懒。我哎、欸，你有玩哦、喔？哇，凤梨你有玩是不是？晚点要不要加好友？看我跑这干嘛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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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叫啊！好的，大哥。白痴哦、喔，这样叫的。大哥。是大哥啊！大哥，大哥加油！大哥加油！我讲给你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小伟，等一下给你看大啦。大辣不是这个啦，这个只是群聚的地鼠而已。拿了没？拿了。环境在这跑，这是什么样？不是哦，就是有跑图的肌肉记忆哦，像这个，我要给小维看。我们的大辣是这个东西，你看到前面这一坨，这一坨群聚的三地鼠，这一坨就是大辣。一区大蜡，这一坨大蜡都有50个蜡，那个50个烛火，就是要收集一定的金额才会变成一根蜡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收集的。几个烛火会变成一根蜡烛啊？我忘了，200吧。哎、欸，好的，哎、欸、没有没有，好的好的好的，不然点了。不想骗啊？哎、欸，不是点到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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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？似曾相识的事件。那个火一个是一根蜡烛，没有啦，没那么佛。没有那个，所以才会说光遇你，其实你越早玩越吃香的原因，就是你越早收集到东西，而且有些东西就会绝版。这样你看到露诺他背后这个有没有这个仙女气息的这个披风啊？这个就是后面会买不到。所以如果真的要的话，现在玩比
要花台币就可以买到了。如果提早玩的话，是不用花台币。要啦，季卡。季票不用啊，这个是你只要有参与就有的。季票是换那些，那个谁的其他 NPC 的东西。天哪！那去买，你要记得，你要买橘色的蜡烛，然后等一下回去跟你讲说是跟谁买。可是你要先解开任务吧，我记得吧，要先解开 NPC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就是会有个 NPC 带你去任务地图，然后任务地图里面解完之后就可以进去。哎，好，去帮他开门，帮他开门，来来来来来，真拿你没办法，来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大屁啊！对，钱包厚度取决于游戏的快乐度。你可以不干，但是你的荷包可能会比较辛苦，因为要看那一季啦。有一季真的蛮贵的，有一季毕业要3000多块，然后有一季毕业是2000多块，2700吧。然后另外一季我说的比较贵是3200。混啊！吃！太凶了吧！我在找。找按钮，我在找面包在哪里？你就凶我，你凶我，你凶我！繁星都用买的毕业吗？我只有两季，好讲话，我只有两季是用直接第一天毕业，一是表哎、欸、啊三季，一是表演。对吧，我第一个毕业的季节是飞翔季，因为我重组季末才开始玩，重组季中才开始玩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来不及，我有小氪大概500块吧，买蜡烛差一点点，拿了没？拿了，明天早上去睡。那时候因为来不及，于是就氪几个，那在。第一个毕业是飞行记，太好看了，没办法，太好看了。他头发上面有两撮羽毛，哎，很像兔儿，哎，就毕业了。第二个毕业是那啥，也要我凶你是不是？表演记，为什么嘞？啊，因为白霄啊，我想要白鸟头。至少有白霄啦，那时候第二个毕业季节是白霄，那第三个季节毕业是我们的干爹番茄大大帮我毕业。哎，番茄，我第三个毕业是什么？你那时候帮我毕业的是哪一个？好，小薇，拜拜。啊，等你真的有空玩的时候再来啊。忘记了，我们前面有什么时光记吗？啊，不是，云潮，就是那个上一个季节，云潮记的时候，番茄帮我毕业，因为那酷酷的披风，飞的时候会有彩虹。第一个毕业好像是梦想啊！啊，你有蟑螂披风，哇！那你比我早玩哎、欸！我那时候就很恨，有没有拿到啊？不一定啊！哦，我那时候就很恨自己没有再早三个季节玩啊，又白鸟头了啊！难过了。然后白鸟头，
诺想要白鸟头，可是我不想要买账号，因为我有道德，我有精神洁癖。等一下，游戏闪退了吗？怎么了？在吃东西啊？吃到网路线？游戏闪退。啊、哦，那我先去那个等。那玩到飞翔就退了，我也好想白鸟头。为什么断线？瞧不起 PC 啊？真的哎，瞧不起 PC 啊？啊，你还敢瞧不起啊？来，啊，这是什么任务啊？为什么那个在发光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想说怎么会有。会有任务的先祖在这边发光，原来可以。啊！人找飞行器代餐，对不对？就是头上绑那两根羽毛，哎，骗自己是白鸟。来了，很重。就只能骗自己是一只白鸟了。PC 蛮容易闪退的，真的。天哪！起床！我放音效板了。那个，你还敢睡啊？起床！叫你起床。OK。哎、欸，我哦哦哦！你牵我手，不然怎么会哭？哭啊！你是在考哦？我刚刚想说怎么会在哭，我又没按。但被骂翻就不敢复刻。哎，没办法、啊，他是毕业先祖哎、欸，他是向导先祖啊。毕业肯定被骂翻啊。那这样子鹿头。这样子其他都要复刻的话，那老玩家会麻烦。虽然对新玩家来说是好事，但对老玩家来说骂声会一片。可是拿了没？拿了。可是现在到底还有多少老玩家有持续在玩？现在不断的有新玩家加入啊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好声大于骂声嘛。对啊，但是。我觉得不复刻的好处也是因为，那这样子，老实说就没有这个季节的必要了，就是就没有那种专属季节毕业的徽章成就感，过了就让它过了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再来就是觉得虽然很想要，但得不到，我也觉得情有可原嘛。毕竟那个是对一些老玩家的一些奖励，所以他后面出了白消头，是觉得已经够仁慈了哎、欸。虽然那时候还骂声很多啦，但是赞声更多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，那时候考虑到是，如果复刻白鸟头那些的话，那些卖账号的价值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好处可能就是这个了，限定才有价值啊。对啊，小棒说的。等一下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昨天毕业了，什么？看到从这里进去，哎、欸，是这一格吗？还是上面那一格？有点忘记了。昨天看到，直接蹭进去啊？对啊。我不知道。会不会又跟那个啊？就是那个什么隐士山谷？用掉的。对啊，隐士山谷那个啊，隐士山谷它不是有个我那时候只有跳成功过一次啊，下面三个门，我下面三个门，是下面的，谁跟你讲？爷爷做的，
哦，我进来了。为什么？喂，跳啊，狂跳啊，不用压着，狂跳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哎。那你可以趁猫知道下面，牵手啊。按了按了。然后嘞，这边往哪走？往下去啊。啊？下去。不是啊，这边怎么下去？这里。你、啊？哎、欸，对耶。不是一样的意思啊？然后嘞？两边都可以走。往前走吗？往哪走？没有走过啊。啊啊！然后灯啊、哦欸，真的哎。哪里哪里哪里？那里有水。然后、哦、往这走。哦，然后走管子，走管子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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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会了。啊。好扯哦，怎么又？好扯哦！每次都可以发现新东西耶！天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是跳吗？我撞墙了，下潜，好下潜。哎、欸，啊、哦、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是你先发现的，还有什么没发现的啊？好好玩哦！这游戏真好玩，我不行了。对啊，就跟之后萨尔达，然后又有新玩家发现，我每次啦啦啦啦，会飞我啊！哎、欸，有吗？来得及吗？不，不，怎么样？回归了风里，找丽塔一起来玩，你带丽塔跑图。杯杯和包包都可以用、哦、啊！哇，真的哦！杯杯包包可以不用断掉哎，直接在这边蹭回家。好哎、欸，我怎么了？我谁揍我？点数很多啊！哎、欸，凤梨现在可以公主抱哎，你看。然后可以做坏事，这个人在 me too 哎、欸，真的哎，他这动作到底？你说你按什么、啊？你看我画面、欸，我浮空了，来我看你画面，等一下这个不要再揍我了，小胖。这是有个好像踢石头的左边、欸，踢石头旁边有个两只手。抱猪头的，是月雪跟我讲的啊。他说这个最好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你认为就知道，就哦哦。踢石头旁边的，我找一个，然后手捂住脸的啊，这个，对对对对，这声音，这个嗯 ，OK， 噔噔噔，对你就可以拐个妹子进来跑图的时候，跟他啊，首先你要先解到公主包。那确定那妹子愿意玩到后面，再投资下去。然后我总觉得我最近都有点缺氧，是会昏昏的。尿在我嘴巴里面，不是，是倒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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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来，拿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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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啦，喝水啊！喝水。好了。喝了。来。拿了。这游戏真的很多 bug。bug 玉。哇，到我们的进度真的可以等一下剪接好图了哎！你 OK 吗？你 会死啊？我 OK 吗？嗯，应该还行啦。这样，跑不行的话换你跑吗？速度会变慢而已啦。没事啊，早晚都会到、哦。早到晚到都是到。对啊。今天莫名其妙变耐久了，至少比你那天饥饿派画家还不坐牢吧？哈哈，那天真的坐牢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真的是金额要到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你要卖给那个对，但是那个人，但是他一直不买，他就喜欢那种画得很烂的点点作画。你是说那个谁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？两个字，是那个。不是那个啦，这两个字的、啊、是舅舅啊，舅舅啊，对啊，不是舅舅，舅舅是比较穷的啊，是另外一个头发梳的比较好的那个金毛或是白毛的哦，商业人士。然后他喜欢你，我后来去看一下，有看攻略啊、好像是你不是啦，我是看说他写游戏说明，哦、他写说有些那个，有些买家喜欢买你，会根据你在画布上花了那张画花了多久时间，决定要不要买。哦，哎，那我就在猜啊，其他张我都画蛮久，然后我就在猜他是不是。哦，难怪你后面都用点点。对，因为很快、欸，他是不是喜欢买画很快的？小强，好吧，那我就随便点几个点，然后有点颜色。对。爱说有些喜欢买颜色比较鲜艳的，然后有些不喜欢太鲜艳。我都没看呢、欸，都画自己手。对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已经玩到很坐牢了。我饥饿派大师哎、欸！我再不看，我真的是换我要饥饿了。不会啊，这样才有个系列在啊。还是你想要？你要二？要嘛二？要嘛健身环选一个嘛？对不对？还是饿一点好，对不对？你要哪种瘦？你要流汗的瘦，还是肚子饿的瘦？对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对吧？坐着瘦跟动的瘦，你选一个嘛？肯定是坐着啊。对啊，坐着就会瘦哎、欸。马祖应该不会来乱吧？对啊，你要干嘛？你要躺着。没有啊，他在虎视眈眈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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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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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拍他屁股啦 ！No！ 不行不行，可以。猫不就那种一副我要来了哦。你越不想要我来，我就来的那种。你好像很想要我去找。又没喂饭？有，我有，我有喂饭。够不够？他最近很喜欢抱抱，可是，一抱他又怕我放他下来，又会抓很大力，我就很两难。他抓的我很痛，可是我很喜欢抱他。
不是，我不泡它，它又会一直蹭过来。备用粮食求关注，对。备用粮食。还有梦之国备用粮食，一只我们一只卖个五梦玉好了。没捡到。屁啦！真的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？那你干嘛、啊？为什么我捡到了、欸？哎，哇，这边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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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不及了。啊，哎，哎呀，等一下再飞一次。哦，午安睡睡，午安午安，马祖我来。那带你飞。好。欸，这边可以直接回家了啦。好啊。反正我又不要蜡烛。我在想要带你从头飞还是从中段飞，因为中段飞还是有几率，有几率是摸不到。喂？对，从头。那你飞啊？好。午餐吃啥？你是问我吃什么，还是你是问我你要吃什么？做个想法，你要吃什么？等一下自己飞，然后去那个滑行赛道等。哦，好啊。对，等时间。可以啊。或是你想跟我一起看风景，你要跟我说。在我这边要自己下来了吧？还没啊，白痴哦，还那么久。我就算到飞行赛道放你下来，我到滑行赛道还是比你快啊。这么想好放你下来啊，可是还没跳，还没跳票哎、欸！啊，跳了跳了跳了，好好好，收你收你120。前面停车是不是？这边叫这边叫啊！前面是不是啊啊啊？跳了啊！哎呀，130了，130了。你吃那个好了，八圈圈圈。八圈圈圈。玉圈圈圈。八仙乐园。我说啦，玉圈圈，玉有什么？玉哪个玉啊？玉圈圈圈圈角，玉米汤饺。我想说玉什么汤饺？玉米冻汤饺啊。哦，你买那个，顺便买酸辣汤，然后把丢进去。我喜欢吃酸辣汤饺、欸，啊？那买一买酸辣汤饺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另外买？我以为是分开的啊。啊！八海游龙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上不去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出去啊？不行，不行，要没信心。你要信心干嘛？你也可以直接去啊。那慢点上来，啊、对，慢上来啊，等我啊，我在船了，
你在船呢？船。好凶哦。船。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我没有跑过啊。嗯，你有跑过，你自己捡过金人不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说，昨天就直接灰了。哦。我就没有跑对啊。啊，你要辣是不是？不用啊。啊不。啊，你后面会想要跑水之恋吗？对，跑水试炼的时间还是休息看个动画，时间到吃个馒头海胆，快乐多了。起飞！起飞！啊，等他自己慢慢飞。你就不要等一下错过哦。不会吧？错过我直接叫你放弃那一根金人，自下自己跑，我们继续跑其他的。反正错不错过啊，我都会继续跑下去。应该不会错过啊。嗯。该、okay。这边可能那个在城堡哎、欸，一根尖尖的上面那个。跑过哦，雪莉，你现在红蜡多少根？有没有1000呢？1000太多了吧、哦？他们那时候就是狂跑啊，每周都会跑，疯了一样。300多都花光了、哦，都买。拿去赌博了是不是？等到那回家传我，都拿去博掉是不是？拿去博掉。掉。还没有，那怎么会那么少？我看你们每周都去死得很轻啊。下爆掉的声音了，爆掉！你穿了吗？换成冬令就没去了，哦，是最近才去是不是？有啦，我叫诺有没有？有。昨天铺哦，哦哦哦，去刷新你们的翅膀。叫露诺来了，准备了，来了来了，半熟，看了，哎，有吗？有，我地早靠，哎，回来啦，
快点，露诺，快点！来来来，捡了捡了。好。哎，真拿他没办法，肉吃了这一根。哎，我刚刚看到他的刘海会飞起来耶，哎。会啊，你搭进格电梯也会啊，你等一下搭一次看看嘛。你会变成，你会变成那个哦，雷姆。还要樱花头才会变雷姆。性格不是跑图，在这边捡。对啊。对，那我们性格很快。那我们跑性格不常跑的地方。啊，你说地下室啊？昨天本来让青马同学带我们去，结果没空。接地是直飞，你是说直接从进去之后往前直飞哦？艾尔要特别技巧吗？还是有手都会跑？往前直直喷就好。第一段我是直接翻上，第二段撑雨。第一段啊啊啊啊，就是我以往飞的那个方式嘛。哦，那没事了，哎，那没事。我想说，因为有看过第二段是直接飞过去的。锅贴，还有记得玉米要咬碎哦。但你咬碎也不一定有用，玉米的纤维也很高啊。来，来了，玉米的纤维。对啊，金针菇难消化就是它纤维够高。才会叫明天见。那其实玉米也一样。干嘛？吃饭时间怎么讲这个？不急。来看一下。好的，大哥。大哥加油！我是拿蜡烛奖牌，
干嘛、啊？快牵手！See you tomorrow. 红萝卜也是明天见，红萝卜没有吧？红萝卜还好吧？对啊，至少我吃红萝卜吃到现在没有在隔夜看过它。还有一个东西，它虽然不算隔夜，它会帮你染色。蜡笔。火龙果，对，我那时候就是吃火龙果吃太多，然后我出来的很像火龙果果汁，好可怕、哦！完了，怎么突然飞不上去？飞不动了，点了。姿势出，想说怎么那么高？哦，什么？哦，这里也能盾？没有，很多地方都能盾。是那时候会盾在前面，那是因为有标识物比较方便。他会在这边盾，是因为为了拿金人。你就看那个小斜度吗？斜度够，我飞回来。斜度够斜的话就可以了。峡谷剪完，还差一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上面对不对？哪里？这个房子里。外面啊，哪里？它是外面吗？哎，雪莉，我问你哦，隐士山谷的那个墙壁、那个窗户，也是用跳出去的吗？我那时候看人跳出去成功之后，我跟着跳就跳成功了，啊。他想跳出去跳不成功，但我跳一次跳，当我下次要跳出去的时候就跳不动了。你知道这个吗？这个窗户他有办法直接出去耶。这里跳不出去。哎，为什么？就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出去的啊。好像靠右边吧，靠左边，靠左边，左边。靠左。对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刚刚就是好像踩到右上角，然后就进来。哈哈，跳跳跳跳跳跳不去。好了，我要我。
用顺的。剪了，剪了，剪了。哦，刚刚说要让我摸一下，那是因为我要拿大蜡出，我要拿白蜡出来。嗯，刚刚八人门那边呢、啊，说哎、欸、让我摸一下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拿白蜡，我摸了之后才能掏白蜡出来嘛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是。哎，又来。锅贴好吃哎、欸！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锅贴跟水饺就很像，就只爱吃锅贴，不爱吃。超怪，比较香吧。我有煎过。对啊。哎，坏毛病，坏毛病，还吃大辣。坏毛病，坏毛病。坏毛病啊。是因为剪大蜡耽误了那一两分钟。你看，又吃啦啊！肌肉记忆耶！蒙眼挑战，光遇跑金人。是没进来。有啊，哦，哎，哇，没有啊，我看我还在，不是，我还有断手标志可以按呢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上次也是我用 Switch， 然后这边就会串，从这边上次也是啊，然后你那时候竟然回了我一句，啊不就还好，我记得怎么跑。真的哎、欸，真的还好，我记得哎、欸。还我吧。哎、欸，我下不去。还是要自己跑。有来了来了来了。你好抖你好抖你好抖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天哪！这张图真的很大哎、欸。还好了啦，现在有更大的啦。嗯，要跋山涉水，时光机啊、哦，对啊，那个更大哎、欸。他们讲的啦，但我觉得，因为这张图有两张啊，那个码头啊，就是爱之日那天的啊、因为。让红石坏掉的。对。下一季复刻已经要破碎了，已经来到了破碎季的复刻的时间了吧？破碎季是什么？就
是唯一一季没有任何向导星组的，只有花草光瑶。花。雪莉的头啊，就是破碎记的。鸣龙、水母跟光瑶的季节。啊，就是红石开始有红石事件的那个季节，每周有红石、黑石的季节。魔幻披风。对啊。我正在努力回想雪莉穿怎样。你有玩 LOL 吗？没有。哦，我很像凯隐的一只。好。走，回家看雪莉。回家看雪莉。很像那个哎、欸，嗯，皮皮虾，啊，懂了。你知道雪莉好像第一次氪金买的就是破碎记的发型、披风什么的。然后他说：“雪莉，你说你疯了哦，就差两天还一天，你就直接花下去了，他都等不及。”番茄也是，番茄那时候是小黑猫吧，也是差一天就可以换到，直接买下去。我为什么是从峡谷穿过的？嗯，正常。应该说正常中的不正常。雨林任务好像很少随机点亮一个先祖的任务。我突然想到，因为峡谷是那个嘛，我们都会去点那个影蝶人嘛，就是招蝶的那个先祖。那木土都是点那个蹲在那边的，左边那个，对吧？呀、啊，是好像被石头埋起来那个。啊，被石头埋起来。对啊。你说在。在一个房子里面，就是最后结束是在房子里面的那个、啊，嗯嗯嗯，海岸，然后在峡谷就是那个嘛，白姑，就是姿势会改变那个很魁梧姿势的那个，嗯，然后定格就是那个嘛，四人门里面的那个。就是每次到二楼，我不是说，哎、欸，我冲进去，你在那边等，
对对对，要绕一圈那个。对对对，反而是雨林比较少，有要点亮送一个仙子上去。来，紧张喽！紧张啦！放烟火啦！点了，紧张了，哎呦，差点就六龙了，可惜了，差点就被龙溜走了，这一撞就是两条命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三条？第三个人。在我背上，难怪我最近觉得肩膀重重的。啊、还好不是在你肚子上，吓死了！拿了没？拿了，我不是按了吗？没看到啊！你是讲在我背上？在讲这句话前就按了，点了。叫你背上的人不要拉人啊！嗯，真的哎、欸，不要拉我。啊，不然我跟他换个位置。好，等下终于发错了一个人。跟他掏蜡烛跟我解锁啊，背不了。还要他掏蜡烛啊？对啊，我点不到他，合理吧？合理。对啊，欸，他掏了，我没看到啊。欸，他这拿出来了，到底？看不见的朋友，恐怖游戏 IRL 太刺激了吧！哎、欸，会吓死哎、欸！问哪蜡烛嘞？要数了吗？要数了吗？哦，要六龙了吗？不可能！捡的。在哪？哦，通啊！表演六龙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吗？想看烟火？对啊。那我先下来，你先帮我下来，你再去。他看到的瞬间，我马上用传送传到你旁边。哎、欸，明龙这边。有两坨肉。那边那坨比较好吃啊。哪有啊？哎、欸，吐司哎、欸。吐司打钻石，我说要上钻石吐司。露诺私下一直说好想上钻石。我哪有？哇哦，这造谣。对啊，他想要再更高一点。对，高不了了。最高是会数人的。蜡烛。拿了。就是看你要早点到还是晚点到，你可以不拿没关系。啊！哇，这个轻了。你想要早点离脱离我就拿，不想的话就收下来。好，收下来。有空来玩，好哦，兔子。是。最近有一点啊。我们快跑完了。我没拿到啊！你后退。啊，你不是很厉害？啊，你不是很厉害？你不是很厉害啊？啊，捡了。
你知道我等下鬼转吗？不是鬼转，是可以直接棺材去打。还是要鬼转？没有要棺台的意思啊。我们要关哦。鬼转、啊、鬼转。还是今天就是五千耐久，原来是今天啊，3.0。没有。五千耐久3.0。还是选在今天。我等下会先，如果要的，我应该会把 YT 关掉。啊。那再开。没有要再开 YT 啊。最后一次开 YT 了，各位且看且珍惜。啊，这个一直在造谣哎、欸。我真讲了，不会再开 YT 了。你讲的。我说今天。你刚刚是不是说不会再开 YT 了？上分列车哎、欸。来，来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要点蜡烛。乱龙。哎、欸，出来！我的一上线，但他现在不会跑，要我当对呀、啊？雨林在吗？雨林，哎呀，雨林有没有偷看台？雨林，好、哦，接了，最后一下，好。木土真的好少那个哦、喔，就不划算啊，而且又太散，所以我才会真的不喜欢来。要跑也是只打后面的，中间大的话就算了。哦，这样。所以没看我平时都不跑的。有。哎、欸，那个挥手的动作是什么？那个挥手，你不是问过三次了？这个我，对这个挥手六阶啊，挥手拍手的右边，哦，就这个，对啊，这个的六阶啊，我只有最多到三阶，看四阶是挥出一个绿绿的，二阶是什么？拜拜的。哦拜拜的，拜拜的。六阶就很大的挥手了。哦，好，这也是我当时第一个换的动作。很多看好多人都喜欢挥星星出来，跟着从。哎、欸，那个是，坐下。那个是找谁换？是这样，找谁换哦？我看呢、欸，在云夜，待会。好啊。你是聊天室有懂的，找谁换？找谁换？现在能换吗？是要等。那他常驻先主。啊。看他那么高，那么高，就说常驻先主。好了。要下去那个水里是不是？没有，要先爬它。啊、哦！完了，我竟然不是用杯杯。不是用杯的。没事，左右右扭，总会到的。嗯。左有，左扭，有什么有啦？左扭，右扭，啊，真的，每次下来就会看得到他哎、欸，阿万都被抓包，每次下来都没在专心啊。哈，我第一次看到他哎、欸，哇，他每次下来其实都会遇到他哎、欸。被抓包。
炸爆了，被炸爆。哎，顺便，顺便，为什么只看到两颗？啊，它叠在一起，酷！长那么大，肉那么少，真的。营业三塔哦，营业的 NPC 就有。哦、啊，是不是敲钟的那一个？他会送那个光摇走的。来，回家了。哎、欸，很主动哦。啊，蜡笔小的。蜡笔小的，那换你。看一下。木头还找。营业的。让我看一下。找谁？他图就是个挥手姿势，找谁？云野，找到了。啊，换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我可以挥那个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我找这个找好久、哦。原来六阶，你都说挥手的，灰亮亮的了，然后挥手，你就知道是挥手了，你还在那边，反正会断手，来不及，对，伤害造成，吃土吧，露露，吃土啦。各位降落的声音耶，没亮，没亮，没亮，你可以自己牵手上来啊，没亮。刚刚就是连你头上都没东西可以点。对不起，我会道歉，对不起。怎么感觉你很像在冲我不会道歉一样？对啊。所以降落都在吃土，对。我昨天不也坠机，坠到跑去遛狗。啊啊，有一过去，好像就看到对方在。没有，明明前一秒还看到说那个字还没出现。坠机了。剩几个？我们剩几个？木土剩两个、啊，剩方舟的。方舟。船。有魔法的。对，按魔法的。夜市。嗯。有夜店，有夜市，过吧。干嘛啦？撞我！我一直撞你。你才是被拿耳朵甩我巴掌。你不累吗？我很晕嘞。晕了晕了，主播让我好晕。晕了晕了。你要跑吗？我不知道路啊！我明明就带过你两次了，两次叫我记住太难了吧？哦，我是那个哎、欸，找不到路卡利欧哎。然后嘞？哪里啊？往前飞啊！你刚刚也按了杯杯对不对？你那你喷上去啊！走啊！喷走！喷走！喷走！你叫我分的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叫的，就听哦。对啊。哇！问去拿吃土，可以可以。有没有看到？
很明显。嘿，阿里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知道这个啊，另外一个不知道在哪里 那另外一个我也就是另外一个我跟你讲啊，你先拿完这个嘛，然后待会去往这边啊，这里真的很漂亮。喂，打扰你有吗？哎呦，然后这个很像废墟的地方，我很像自己没拿到。哎、欸哎呀！摸不到路卡里哦。问哦。我以为我摸到了啊，就是点到蜡烛。问哦。细数。点到蜡烛。点到蜡烛。差四个就回到十一亿了。炸！怎么在我背上炸翅膀？翅膀爆炸了？还是背后爆炸？在讲什么？哪里？不是啊，哪里啦？那个洞，那个洞啊。啊，左边啊！哎呦，叮！元香回来了吗？顺便吃一下火。然后右转。向后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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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右边，你右边，你往左边走。好，回家。再见了。找不到路卡利哦，左右不分，真的哎，左右不分哎。好，嗯，那听着就不跑完了，嗯，都会顺到，那还是你要顺便跑完？不用啊，是吧？早点帮你打 Apex。没有没有没有打、哦、你不是很痒你不是很痒，你手很痒看完内心会扭耶、欸、心痒痒啊。什么广告？哦，会东西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不知道，不要问音痴这种问题好不好？嗯，啊，没有吧？广告？我不知道啊，好像是一个广告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不知道。どのわかんない。嗯嗯，好耳熟，还是那个、啊、丰年果汤，丰年果汤、啊、吃好汤，不是吧？好吧，是吧？好像我你后面有噔噔，我好像有印象，对吧？脑袋有点痛，脑壳有点疼。有代沟，没听过。丰年果汤，你不然去 YT 找丰年果汤广告。丰年果汤是什么？你有吃过减重啊？重，嗯，要单，嗯，糖，甜的东西加。嗯嗯嗯。对，他当时其实就是都啊，光害光害我的眼睛。当时其实都是在单丰年果汤。
我的白酒。丰收的丰，过年的。我的白酒。为什么？被切一杯啊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光害啊？你看我。为什么你的游戏那么好玩？哎、欸，我如果断掉手，你是不是看不到路了？对，被催眠啊！露诺奶奶，你怎么看不到路了？这个找不到路，我可以体谅你，对吧？我想说，你怎么这么淡定？在光害什么？我想说，啊，在光害什么东西？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这么亮，你还可以扯得这么自然，是什么肌肉记忆？吧？哎、欸，这还点到光轮了、啊？光轮是什么？金轮？点到哪里？对对，可以点，可以点。它现在正常一点了。哦，变蓝了，变蓝了，哎、欸，变蓝了，变蓝了。哦，正常了，正常了，好感动哦，真的好痛。没有，你要看前面一点。清晨早安，睡睡，早安，早安。刚刚这里真的是亮到我。你要他刚喊光害光害的时候，那时候。对，你往回拉，你往回拉 ，YT 可以往回拉。哎呀，掉掉掉！等一下，我滑鼠好了。好了，回家可以关台了。哎呀，可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炸翅膀。为什么没有炸？哈哈哈！你好烂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牵手吗？你谁啦？铁妹。铁妹。你学会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搞什么？还有哪边没剪？没事啦，我150个了，可以了。没有，我检查一下。这可以检查啊。所以我那时候叫你去找时间去做一做，你说好啊，有印象吗？好像有。20。我这样是有做完还是没做完？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哪里？这个是不是峡谷？那时候一直都有一个 bug， 一个惊人 bug， 说什么东西？我这样是有做完还是没做完？没做完啊！你要不要看我画面？看一下，拉远。啊！怎么差这么多、啊？好，没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过图。有过图的那一个地方，一定有一个可以做的。对，好，哎、欸，我要用那个 bug。对，撑到那个 bug， 那这边是那个吗？投胎的路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对，看这哪里？哦，这镜格，啊，这是投胎的地方。好，那有剪得很干净，剪得很干净。大家。拜拜，拜拜，扫他脸，放下来，放下，在哪边？拜拜，这里啊，来，这是给你拜，好，拜拜。等一下了，我要先画个醒醒时间。我吃饭了，吃一个小时后再开始跑。对，那晚上要开再说，高几率开，高几率开，你嘞？那到底是开还是不开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状况。先画星星。好啦，我关麦啦。感谢佛西。感谢感谢感谢。关，拜。好了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我们应该啦，每个礼拜都会找一天开始跑。隔壁这位开始会觉得缺红蜡了，因为他之前觉得还好，直到看到下一季需要庞大的红蜡，他开始想跑了。那他说，他其实都一直很想要投胎。然后他说我不喜欢投胎，我说我没有不喜欢投胎，我只是
安排不到投胎跟剪金人的时间，因为我刚刚讲说投胎剪金人老底现在地图越来越大什么的，我说也要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，对吧？然后再加上可能跑图时间吧，两个小时，但有些可以过程剪到了，但是就是你在跑图过程还要特地绕出剪金人这个行为有点麻烦。对啊，就是剪金人很懒。哎，安琪安安，刚刚有聊你，没有啊？是说我刚才聊毕业季节，我说我有个毕业季节是番茄直接帮我磕到毕业，然后我带的那位又很晚上，哎，没办法。所以对啊，就是怎么讲，要投胎可能就只能像如果三点后嘛，三点后跑满之后再投胎，那一定会想要捡金人。如果不捡金人的话，跑图其实有点麻烦，有点辛苦。表演跟啥来的？哎、欸，表演季是你帮我课毕业的吗？表演季我以为是我自己毕业的、欸。那个云潮是你帮我的吗？表演也是吗？好吧，那表演也算你。谢谢番茄啊。对，然后就这样，所以才跟他讲说，不然你就早一天开台，那开台水时数嘛，我跑啊，他负责剪，不，我跑图嘛，反正就是有个画面，他水一天的时数，他说好，对，下一季布置家里都要红蜡，是哦，我其实在等。等红蜡的面具啊，已经两年了哎、欸，没有消息哎、欸。这季节还没毕业，你有打算毕业吗？那个披风很好看哎、欸，虽然有点不太好搭，不过它明明你看，明明后面这个图案可以缩成这样子，它为什么就不做多一点这类的披风？对不对？光是之前表演季的这个。表演记得这个披风，我觉得就很好看、啊。截旁边这个啊，这个就其实很好看了。到时候一定有工作裤啊，更好看的工作裤出现了。啊，这种旁边有口袋的裤子。或是这种围兜兜有没有？围兜兜，然后有工具的裤子，哎，好看好看。好啦，没有不开啊，是我的早餐，我的第一餐，刚刚在旁边，所以刚刚吃个饭。期待下一季，对啊，欸、可以布置家里耶，是该叫安妮回来玩。啊，这款他真的没兴趣，就不要逼他，就不要逼人家了。也卸载，好啦，看看，揪团时间来说拜拜，还是你们想要 PK 一下？好，我们来 PK 一下，好，来 PK 一下。要打一下，有人在扯我耳朵，有人在扯我耳朵，我操！好，来准备打个 play 啊！惊叹号 play， 准备。干嘛？黑妹。我想起来了，想什么东西？哪个季节？我记得应该不是表演季啦，表演季是我拉你入坑欸，那一集。哪个季节？
对啊，不是表演技啦，我确定是那个嘛，云潮是你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是有红石的，可是破碎记我没兴趣啊。我说破碎记我还好啊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是你忍不住直接开玩，直接氪金去买一封嘛，然后被我骂说你是疯了哦，差两天。来，欧弟，哎，雨林，也拉太多人了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拉很多人。雨林，我刚看你上线，哎，你不用给我爱心了啦。你曾经的仔仔已经不用爱心了，好不好？你还缺爱心，我再都丢给你啊。你有偷看我？好的哦。你看，你还在我的星盘低，你不用给爱心啦，你那么缺辣了，你过来让我抱抱，过来让我抱抱，快点，十秒之内，我觉得你错过这个眼镜很可惜耶，这个眼镜是毕业礼，哦，什么时候可以在星盘第一页？蛮困难的欸，不是，金盘第一已经努力在塞了啊，这个人好像没上线，图文作家阿趴，这个，哎，惯例，虽然没上了，给他。给不了，来了来了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蟑螂翅膀，这个蟑螂翅膀，过来抱抱，好久没抱抱了，快点，抱一个，哎，倒跑，还是不出来。道袍要等 PC 正式版后的第二个复刻才会有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好好活着，还是换得到道袍的。你看，还有这件美美的衣服哦，这件是番茄送我的哦。你要存钱，你要存什么钱？要买什么？跟我姐到底，我姐吧，是你都回来玩了，你一大堆东西一定不够啊！你看，这些曾经都是你先花的，哎，虽然后面这些更贵啦，但动不动就二十几、三十几，真的是。味道死欸，对，我们的番茄爸爸说话了，都是他买的，悠悠安安，你看这三个28加30 58再加26多少78 84根，这三个动作就84根大不是84根蜡烛，你看这很贵啊，没公主抱过对不对，来让你看看，哎，点不了，哎，
你就是被公主抱骗回来的。啊你要你毕业得了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明明我记得我有分享说什么啊，终于可以公主抱啦，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。可是那时候也还是只有谁维尼在继续玩，当时啦就只有维尼继续玩，其他人都已经退了。我觉得我也觉得多余哎、欸，他要嘛公主抱是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方向也可以。不专业，你看啊，就这个啊，这我也觉得是多余的啊，抱起来转一圈能干嘛？浪费我们五秒钟时间才能动，很烂。不然就是公主抱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，有没有？粒子效果撒出来，花式跑。好啦，我要关台。来，我们先换画面。雨林，我关游戏咯，拜拜，拜拜，来啦，再抱一个。我是要 PK， 要啊，要啊，要啊，我先关掉游戏嘛。他是我第二个司机耶，让我多怀念一下嘛。没有他，我大概估计之前也早就退坑了。我想一下，我第一个司机好像是第二个季节就没有玩，然后换他接手，他带了我大概多少啊？六个月、七个月，然后后面就是我都佛系走，就每天吃海胆馒头两次，然后大拉地图吃一下就没有了。然后开始自己学会跑任务，你看是被宠起来的，玩玩，人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会进步。来，各位准备 PK， 只 PK 一场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来开个赌盘，好久没开了。来，波西会不会前三名？这个赌盘啊，看一下，我好久没用了、哦。mod 模式，等我一下，来，你们先进来，打惊叹号 P L A Y 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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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对 ，P L A Y， 没错没错没错，打惊叹号 P L A Y 啊，就可以参加对决啊。然后我开个赌盘啊，开始预测主播啊会不会前三名？主播会不会前三名啊？会不会？投票时间一分钟，开始预测。等下梦见露诺，你关了是不是？来，各位想练拳头的，赶快来加入啊！雨林，你可以打惊叹号 play， 快点来，一起来玩。对，自己差点忘记加入。哎，怎么没有我？你赌会主播，别让我失望。那你就进来帮我打人啊，进来帮我打掉这些人嘛，对不对？赌会的，帮我一下。我先看一下哦，有赌的打个字，耶，有玩家有赌的打个字。我要看一下赌会的会不会把我撞下去，还是最后？最后看看谁是杀人凶手就要打字啊！来倒数，快点哦！要加入，要赌牌已经结束了啊！要加入的赶快啊！好啦，直接开始喽。有谁？
哎，帕克安安，好久不见！哎，我们的牛奶帕克也加入了，也是另外一位很支持直播的干爹。好啦，开始开始。十一个人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一开始和平和平，粉丝游戏快跑，对，没错没错，玩 Apex 什么 Apex 啊，学到的，补好就好，我们最后。最后黄雀就好，黄雀就好，放心放心啊，繁星，繁星狗好，远离人群，远离人群。哦，等下青恩，青恩想干嘛？青恩，青恩离我远一点，青恩。感谢帕克的41个月，不知道玩什么，先打再讲。就是你看现在就是会彼此互撞嘛，当彼此撞到之后，那两颗球就会一直撞到某地。哎呀，对。啊！撞路诺，撞路诺啊！把路诺撞下去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有人自杀、啊？situation. 我这是自杀吧，白痴哦、喔！怎么有人自杀？好丑，好丑！哦，找不到战犯。有人操盘，直接赢烂呢，哎，难过了。路诺就这样子，不小心有没有？这就是那个什么啊、那啥，都也是嘛。反正你是最后摸到，然后被打打死，就是算那个最后摸到的。哎呦，路诺跟小胖的对决吗？路诺去撞小胖了，哎。爱查德在后面追着路诺啊！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，对，爱查德加油了！爱查德加油！把他撞下去，好像撞的第一颗就会，哎，也不是哎、欸。然后庆恩跟小胖尬起来了，哎，小胖得罪了两个人。啊！哦，小胖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杀了你们家主播啊！小胖，小胖，胖下去！小胖，金头肉，小胖啊，下来了！哇哇哇！青恩啊，青恩下来，哇哇哇！帕克，哇！哇，帕克好狠，帕克加油！怎么有人会飞？你是仓鼠哦？你是火爆钢球吧？哇哇哇！收盘收盘啊！繁星死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再赌一场好不好？选择结果会不会？啊，要不要再一盘？搞懂怎么玩了吗？要不要再一盘？要不要再一盘？搞懂了吧？对不对？现在懂了哦！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我看的好刺激！来来来，再来，主播会不会前三名？哎、欸，那么相信我啊，1000欸，我先讲一下哦、喔，我玩这模式从来没有前三名过、喔，我现在自杀的机会很高。梦见路诺，你呢？怎么没出现？梦见路诺，该去睡觉了。
心头肉，你怎么把你主播撞下去了？心头肉，心头肿瘤，你怎么把主播撞下去了？心肌梗瘤。妹子在吗？晴儿妹子，你是晴儿妹子对不对？不讲话哎，晴儿还在挂他。好了，好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。这次多一个人，哎，多一个人参与。繁星在哪？繁星，繁星，跑远点，跑远点。好了，我们再有点看，小胖跟露诺。他们在窃窃私语，肯定有要干什么大事了。小胖，心头瘤，有了吧？你们两个刚刚的上一场对决，该该打起来了吧？哦哦哦哦哦！我这么凶哦，直接开撞哎！爱查德没订阅，不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，来，哇呀 ！It's a top ten situation。各位，主播又被暗杀了，各位，主播死了，各位，来看杀人凶手甜菜爱查德。炸了炸了炸了！哦，欧弟飞起来了，飞回来了，飞回来了，睡啦！刺刺做得好，做得好啊！刺刺，哎，不愧是我们兔家的狗狗，兔家狗狗啊！蛋了蛋了蛋了！这个悠悠好凶哦，这个悠悠干掉三个人了，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。露诺被番茄，哎，我怎么看是番茄哦？啊啊！同归于尽。哎、欸，小胖，这个哦，没得报仇了。我想说，有人杀了我们家主播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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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个悠悠好狠，又杀两个哇！哇，悠悠来到了五个人了哇！好狠好狠，悠悠会不会自杀？悠悠悠悠，六个了六个了六个了，哇！好狠哦！哦，他们在你侬我侬。哇！为什么我刚刚不会这一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萍水相逢。哎哎哎！推出去，推出去，然后撞下去。哦哦哦哦哦！欧弟获胜啊！欧弟获胜。选择结果会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今天参与我们临时的撞球游戏，好吧？然后现在主播头有点晕，没办法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其实昨天不是说可以开那个魔兽世界台吗？突然觉得头好晕，然后我后面跟番茄他们打个两三场，我就说不行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罩住啊？感觉有什么像诺诺背上的脏东西在罩着我，好恐怖哦！对，就是感觉被东西罩着。好了，我们就团喽，来，
说晚安，说拜拜。这游戏主播必须要会现场直播才比较刺激。对，我没有这个天赋，我没有这个技能，所以我只会哇哇哇哇哇啊啊，不会什么无数怼啊啊什么啊，番茄石头飞天啊，不会讲，不会讲。好啦，帕克晚安，好久不见，晚安晚安，爱修拜拜。哎，你是不是前天帮我赠礼，还是昨天？谢谢爱修的订阅赠礼。小胖拜拜，拜拜，欧弟拜拜，雪莉拜拜，马同学拜拜，依依拜拜，爱查德拜拜。你要去飙车跑图了，好，好雨林拜拜，昨天刀的，谢谢。悠悠拜拜，悠悠，有没有觉得你杀再多人也没有用，被黄雀走的感觉？不会啦，悠悠很凶。好啦。之后可以多来，我最近应该会蛮常开这个弹珠塔，我觉得好好玩。之前找好久，就是因为想玩这个，现在找到了，好好玩。好，我们就去。哎，昨天不是说要去妹子台吗？哎，这不就来了，就来了。我们去上次捡垃圾台的妹子吧。走啦，出发啦，出发啦。各位拜拜。哎，露诺，回个露诺。好、啊、拜拜。哦，这画面好卡。